下面我介绍一下粮食八卦掌的单式转掌，也叫基础八掌，也叫定式八掌。这单式转掌呢，是八卦掌的基本功，也是登高大成的阶梯。董怀川先师等八卦先辈啊，他们这个经人盖世之功，都是从单式转掌入手练出来的。这单式转掌呢，一共有八个式子。 这八个式子呢，因为失传不同，各门派有别，所以也不完全一样。大同小异，啊，大同小异。这个我讲这八个式子呢，是叫平，叫下沉掌、下沉掌、平推掌、撑天掌、托天掌、托枪掌、指天画地掌、阴阳鱼掌、推磨掌，这么八个式子，啊，这八个式子。这八掌呢，就说虽然说。 同门之间，因为认识的不一样，这个理解的不一样，都有所侧重，这个八卦掌各门派之间呢，他选择的八式都有所区别，但是总的方面、总的要求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对脚的要求，对腰的要求，还对掌的要求，这应该是一样的。底下是摆扣走转，中间呢是松腰坐胯三合，上面两掌呢是阴阳变化，掌的不断的阴阳变化。 都是这样。下边我把第一掌，这个定式八掌第一掌叫下沉掌，先演示一下。预备式，起式。 过渡式：一，蹲身下腕；二，左右揉球；三，掰步抱球；四，扣步运球。正式：一，一马问路；二，拧身下腕；三，下沉掌走转。走到这换式时候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翻掌。 进步拥撞，拧身下腕，下沉掌走转，这就是左右式，收势。 下面我把这个单式转掌的分式讲解一下。预备式，就像前面讲的八卦掌的要求是一样，要周身放松，周身骨节放松，要气沉丹田，头要往上顶，下颌往里收，舌要顶上躺，两肩要向两边拉，肩窝要往下沉，两腋要虚撑。 肘要垂，腰要向后塌，向后，脊椎骨要直，整个这个胯骨往下松，尾骶骨往里收，要提肛，这个就是肩往腰上松，腰往胯上松，胯往膝盖上松，膝盖往脚上松，整个都是松，要抻拉拔拽，这样，这是要求预备式的要求，目平视远前方。 这预备式，要是按这个三合的要求，天地人三合的要求，无我无他，心无所想，眼无所视，耳无所听，无我无他，顶天立地，这样一站，这也是一种装法。起势，两手臂外旋。 手心斜向外，然后向上平举，平举到与肩同高以后，下边就是过渡式，松脚腕、松膝盖、松胯、松腰、松肩，这底随着往下松，上边是肩沉肘坠，手往上升，这两个是矛盾的，松脚腕就是肩往上往下沉。
松膝盖肘往下坠啊，松胯这手就上来了，叫环天而上，要跟着两边天这样上来，气势要大，不能这样上来。三过渡式，过渡式呢，第一个式的是蹲身下腕，蹲身下腕，蹲身下腕的要求是呢，松脚腕，松膝盖，松胯，松腰，松肩，松肘，松手，以次向下松，两掌从上向下，掌心向下，在胸前随着身子往下沉坠，往下按，按到两大指对准七中穴，离七中穴四指远。七中穴就是两个小腹的下角，在这个方位，这个方位。另外，中间两指中间也是一掌，它等于是三掌，这边两，这是一掌，这是一掌。蹲身下按。二，左右揉球，左右揉球是左腰子找右腰子。这时候呢，就是脚底下腕子要旋腕，这脚腕子要转，膝盖要转，胯骨要转，整个腰要拧，就是拿着这个腰子，左腰子找右腰子，带着周身向左转，向左转的同时呢，左手向上抬，平抬，抬到手背与肩同高，基本上同高，略低一点，左手呢臂外旋，随着转呢向右手左手的下边插身，啊，就是骑着你这个气中穴这个方向，这个标这个水平线插身，那么上下两掌相对，像个抱球一样，姿势高低就这样不动，这是左右左揉球，啊，右揉球，右揉球是左臂外旋，由上到下，顺着你的气中穴这个水平方向，向右这个腋下插身，上手呢，同时的时候从底下臂内旋，由上过来，这俩等倒一个，这边是向左，这边向右，向右的时候右腰子找左腰子，啊，就是蹲身下按，左右揉球，啊，三是掰步抱球，上动不停，在转的时候呢，就是掰步，脚往外掰，右脚往外掰，身向右拧，啊，这掰步抱球，两手姿势不变。第四，就扣步运球，扣步呢是两，这个左脚向这个右脚的前面扣，两个脚尖相对，两个膝盖相抱，这后边像个八字的，这个手呢抱球姿势不变，向右后极力拧伸，拧伸，这右肘呢指向圆心，手的姿势不变，这就是扣步运球。第四是正式，正式呢分两动，从这开始就是扣步运球这开始啊，第一式四式的是第一式，叫一马弯路，左腰子找右腰子，身体一啊，全体一致的向左转，左转的同时呢，左臂向斜上方运行，运到这个脚的脚后，坐脚的脚后面这个方向，这转的时候呢，这个胳膊向左上方运，这个抱球这个手右手就随着这胳膊走外旋，两个掌心全向上，这跟你的眼睛太阳穴这一边高，这个手呢就放在左肘的肩的内侧，左肘内侧，哎，这底下是不变，这一马弯路啊，再一个呢，就是第二动呢，就是拧身下腕，拧身下腕，啊，拧身下腕，这就是按下沉掌，正下沉掌，拧身下腕的时候，身子继续往后拧，两臂都是内旋，两掌从左胯的外侧向下按，身子要中正安舒，不能这样，也不能仰，哎，中正安舒，拧多少算多少，要保持中正安舒。呼吸要均匀啊。第三式就是啊，下沉掌走转啊，下沉掌走转就开始转圈，这上边不动了，就然后就走转，走转，
下面第五是幻视。幻视呢，是在走转一圈或者数圈啊，你想幻视的时候，走到原来起视的位置啊，走到起视的位置，到这儿，走到起视位置，左脚在前的时候，右脚扣，两起相抱，回身，身子往后转，向左转，上手上两个上肢的姿势不变，两掌姿势不变，然后呢，重心倒移向右脚，啊，坐步，翻手，这是掰步翻掌，啊，在这儿呢，啊，掰步翻掌，就是脚由扣步变成摆步，啊，顺着圈摆，往外摆，也不要掰太大了，就是沿着圈这不圈吗？沿着圈摆在鸽子圈上，踏上圈就成了。掰步翻掌，这两个掌这样呢，一致的外旋，外旋就放在两个大腿的前侧，很自然的放在这儿，手心向前朝前，掌指向下。啊，下一个就是，进步拥撞，就是活，咱们刚才不讲了吗？进步进先步吗？前边活一下步，进步拥撞，顺着圈拥撞，这活前步就进前步，上后步。再跟后步，顺着圈往前拥撞，然后下一个式子又回来了，拧身下腕，拧身下腕，哎，下身当走转，这跟那边是一样的要求。第六是收势，收势就是在我们换式完了以后啊，向右转。转到原来的位置想收势的时候啊，比如转到原来的位置想收势了，你左转多少圈右也转多少圈啊，这个想收到时候该收势的时候呢，右脚在前的时候左脚扣步上肢不动，然后转身右脚横移，两手随动，然后左脚向右脚靠拢，两手向上向下在胸前交叉，然后向两侧向下，然后立直身，气沉丹田，这收势就算完了。下面讲一下下唇掌的积极含义。来，上一页，下唇掌就是作为我来说，咱们练功来讲，下唇掌主要是锻炼气意下沉，这可以治慢性病，可以练这个解决这个气啊上浮啊，这个肝火旺盛啊这些毛病，练的水上火下。那么在跟对方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对方呢，他看我进攻的时候，我进攻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他这来了是吧，我不管他，我就往这走，哎，这是直着来，如果斜着来着，哎呀这么转，哎，就是说不管对方来什么样的手，哎，都可以这样使，都可以这样使。就是说，往下一按，这按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样一按就成了下沉掌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掌的积极含义，哎，这按不动，别人按不动，按不动，转转，哎，一转就完了。下面我把这几式连续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我讲单式转掌的第二掌，平推掌。平推掌就是两掌向前平推啊，平推这个呢，它的起势过渡式都是一样的，正式和幻式有区别，我从正式的开始。
正这个一马温度是一样的。然后呢就是向前拧身平推，刚才是拧身下腕，这又是拧身平推。这平推的要求呢，就是说这不是从一马温路这开始吗？然后这个姿势不变，这个左手臂内旋，右手也随着臂内旋向前平推，这两手和肩要同高，要推出去，不要这样，要推出去。这个两手小指手小指的要和肩基本上是相平，略低于肩，不要高了，略低于肩。掌心向外，大指向下，小指向上，要束腰立顶，要按照八卦掌的十三要的要求，哎，这样做好。然后呢开始走转，走转走转的要求是一样的。下面是换式，换式呢第一动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走在原来起势的这位置的时候，想换式了，左脚在前的时候右脚扣步回身，这是一样的。然后第二都不一样了，第二是掰步片掌，刚才是掰步翻掌，在这儿这是掰步片掌。片掌呢这样推的时候呢，这两手臂内旋，从肩这开始向前上方向前正前方平着两掌的外侧相碰，扣步回身，在这儿呢，扣步回身，掰步双片，进步双撞，拧身推平推，平推掌走转。要求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扣步回身这是一样的，掰步片掌刚才讲过了。进步拥撞呢是两个手向内内旋，两臂内旋，掌从这往前推随着上步往前推，顺着圈往前拥撞平推拥撞，就是这不动肩使劲，这往前平推的时候跟开始是一样的，两个掌型是一样的，然后向内走转这样转。下边是收势，这收势呢在你向右转的时候，左转多少圈右转多少圈，转完之后转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想收势了，左脚扣内扣这跟刚才是一样的，右脚向右横移，然后左脚向右脚靠拢，两臂向下，然后再向上，胸前十字交叉，松脚腕，松膝盖，松腰，松胯，松肩，松左松手，然后再起来立直身。这个跟第一掌的收势也是一样的这个就讲到这儿。下面讲一讲这个平推掌的技击作用，它的用法。这样上来一样，平推掌嘛就是平着往前推，刚才是下沉掌。这个平推掌当对方向我进攻的时候呢，我呢这个两手从这儿往前放，这是走，这是往前撞，他推你看，就是往前一推，这个后脚蹬进，后脚蹬进，他个子矮，他个高，我这样个子矮就这样打就行，这样打就可以，就这样，这是平推掌的积极含义，下沉掌是向下，平推掌是向前，向前。向前哪使劲呢？是这个夹击使劲，夹击使劲，这使劲，不是这样推人家，这样推人家推不动，有时候劲儿很大，你一推帮撞回来，是这粘住之后呢，粘住他衣服之后是，咱们前面讲了吗？使梢用根，整劲儿发人。下面我把第二掌，连续起来演示一遍。
下面我讲单氏传掌的第三掌撑天掌。撑天掌是掌形向上啊，托天撑天，就好像一个撑天柱一样把天撑起来。下身掌是向下，平推掌是向前，撑天掌是向上。这撑天掌也是一样，单式练的时候呢，起式啊、过渡式、收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正式的时候呢和换式时候有些区别。我从这个啊正式的一马问路这开始，这一马问路，下一个式子就是两掌捧举向上举，啊，这正式一，这是二向上捧举。这捧举的时候呢，也是从这个一马问路的开始，然后两掌臂内旋，原地向上推举，像举个什么东西，拖着什么东西一样，拖着房顶呢。一定要意念顶到天，这胳膊要撑起来，不能这样，也不能往后仰，也不能往前去，就这样，就在头的斜上方，这样撑，撑了之后，狮子就定死了，不动了，然后就两脚走转，圆圈走转，走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。下面讲换式，换式呢，这是我们这个向一个方向走多少圈以后，然后换方向走。这换方向走的时候，这换式的要求啊和前面两掌有所区别啊。开始我们是向这边走了，向左转，左转，想换式了，左脚右脚扣步，叫扣步回身，这要求是一样，名称是一样的。然后呢掰步滚切，这个跟前面不一样啊。这下沉掌呢它是往前拥撞啊，平推掌是片啊，这个掌呢是平推掌呢是往前推啊，是换式片往前推，这个掌呢是滚切，然后向上撑向上捧举啊。从这开始呢，这不回身了以后吗，回身以后掰步滚切，这脚往外掰，圆圈往外掰的时候呢，这手呢从上向下臂外旋，臂外旋，像搂着一个球一样这么下来了，到两胯前啊，这像滚着一个球到两胯前，由手心向上到手心这样向上，反向上，然后这样向上啊，这个注意这个。然后到这儿以后啊，扣步回身，掰步滚切，上步捧举，拧身托天撑天，托天掌走转，下部是收势。收势呢跟前面的几掌收势都是一样的，就不重复了。下边讲一讲这一掌的积极作用。这掌呢是高个哪个的对高个的好使啊，他向我进攻或双峰贯耳或者向前推的时候呢，我不管他，我这只管这手呢，也不是拖他，圆转，然后呢身子往上去，就这样走，上前进步啊，贴身啊，进步贴身。这个是和平推掌的区别不一样啊，下沉掌平推掌再向上去，像这种情况可以打他脸啊，可以推他脸，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是这样滚啊，这不是滚吗，再打，这样走。或者是呢滚切，咱们说滚切吗，这来这打，对矮个是这样，对高个的是直接从底上上去，对矮个来什么呢，就是往下滚切，然后是打，这个积极的含义就是这样啊。也是要求是跟前面的两掌是一样，不要使胳膊用劲拖啊，滚切的时候呢就是说往下沉身子，整个往下一沉，一压他，他那手要松我就打他，他要绷紧我就起来摔他，这两个呢要注意掌握这分寸就行了。下面我把第三式演示一遍。
下面我介绍单式转掌的第四式，叫托天掌。托天掌像托着天，那么撑天掌像撑着天，像个柱子一样。托天掌是托着天啊，托个东西，也叫大鹏展翅。这一掌起势、过渡式、收势都是一样的，那么正式和过渡式有些区别。我从正式的开始，以马纹路这是一样的，然后呢拧身展臂啊，这两臂展开了之后，这就开始走，这走是一样的。下面讲换式，换式时候呢，在走转到起势的地方啊，前脚扣叫扣步回身啊，上肢姿势不变，就扣步回身，身子往后转，然后呢掰步抱球，掰步抱球，这掰步抱球是脚往外就是沿圈摆到圈上去，踏在圈上，这两个手呢由朝上向下内旋，臂内旋到朝下，就是俯前抱球啊，这就是掰步抱球。转身滚球，转身滚球呢是左脚再继续掰一下，然后右脚向左脚前扣，扣慢，这手呢不动，然后转身，这个手这个球手的姿势不变，随着转身抱着这球向后转，叫转身滚球。这个球这还能滚过来了，滚到这儿之后呢撤步，撤步还是滚，在上步这球打开回到原式，就是托天掌，再继续左转一圈，哎，到收势的时候这是一样，跟刚才是一样的，也是这样收势，哎，这就是托天掌啊，托天掌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托天掌换式，扣步回身，掰步抱球，转身滚球，拧身展臂啊，托天掌走转，哎，收势。这个的积极含义，上章上来，多种用法啊。你比如说对方假如说拿刀向我这儿来了，这砍来了，看这一砍之就把它把刀也可以磕飞了，也可以磕飞了，也可以是呢打它，不管刀，不管刀，可以这样做，也可以呢比如对方来了之后呢，这样我在这上步，上步这儿，就是说这样走，它就是像那个两个翅膀一样，你看展臂，一展臂这个腿一顶它，就这个劲儿，它主要是肩和腰的劲儿，这腰一抖，这腰肩一抖，抖嗖劲儿，就野马嗖毛，抖嗖这劲儿，下面我把托天掌完整的演示一下，第五式是托枪掌，托枪掌，这是一臂伸展，一臂上举，像拿着枪打猎，托枪掌。托枪掌它的起势、收势啊，这个过渡式也都是一样的。我从正式开始做，以马纹路，拧身托枪，托枪掌走转。下一式是换式，托枪掌走到原来的位置时候，想换式
就是扣步回身，掰步仰穿，掰步仰穿，回身转身击肋，上步脱枪，脱枪掌走转。我把这个要领说一下，扣步回身，这个上肢不动，这没什么区别。然后换式的时候呢，第二就是上步仰穿，仰穿，这个是这个手啊，不这样了，这手臂内旋，向前推。这个手呢，从上，这手臂外旋，从左手的上边向前穿。啊，是在这儿了吗？扣步回身，进步仰穿，然后呢，回身，回身手都不动，扣步向左脚，右脚向左脚前扣步，扣步，然后回身，这个手握拳往后拉，这个手握拳往前横击。哎，重来啊！扣步回身，进步仰穿，转身勒腰，上步脱枪，脱枪能走转，收势还原。这一掌就演示完了，我下边把这个它的技击含义说一下。嗯，积极含义，你比如说对方抓着我的手腕了，抓着我手腕了，那么说呢，他拧我的腕子，拧我的腕子的时候呢，我顺着势，你看顺着势，这脱枪打他。当对方拧我的胳膊的时候呢，我顺着势子，这脱这打他腕子，这脱枪打他。哎，这是就是在腕子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看。这样走，顺这个势子，然后往下去，你看这往下来了，这往上去了，这个镜头拿他的胳膊往下打。哎，这就是脱枪掌的这个用法啊，还可以不这样用，比如说脱枪掌拧我胳膊的时候呢，我这打，哎，一脱枪就打，还可以脱就这样都可以。哎，脱枪掌啊，脱枪顾名是脱，这有脱。哎，说这地方到这儿来之后呢，我这样拖行不行？也可以，哎，换招都可以。就是说得这样拧，随着他的势子拧，这手是拖。哎，这个积极含义就这样。下边我把脱枪掌这一掌再连续再全面的演示一下。下一个式子，指天画地掌。指天画地就是顾名思义，一个掌往下插就指画地，一个掌向上穿就指天，也叫指天插地掌啊。指天插地这两种掌，一个是这样，两个臂，一个臂外旋，一臂内旋，这样向插，顺着膝盖往插。也可以这样，就是这个左臂外旋内旋，右臂外旋，两个掌心向前，这样都可以啊，都可以不同的用法。它这个跟前几掌起势过渡式收势都是一样的，也是这个过渡式，这个也是正式和这换式有所区别。下面我从正式一马问路的开始讲，
一马问路，然后拧身穿插，这个弯拧身，这个掌往下穿，这往下插，穿插啊，就是指天画地走转，指天画地走转。哎，这个事儿我把这个讲一下啊。一马问路开始，拧身穿插，拧身的时候这个手没动，左手不变，就原位置原地原势向上捧举，向上举直举，就插天一仰插，这个手在臂内旋，往下插地，就顺着腿外侧上插地，身子要中正安舒，不能前俯后仰，要松肩坠肘，然后走转。下面是换式，换式当我们走到起势的时候位置的时候，想换式，左脚在前，上步扣右脚，叫扣步回身，然后掰步呢，掰步下撩，就是左脚扑步，右手下撩啊，撩撩着走，往前走，然后向前穿，再拧身，上穿下插，上指下插，再走转。我把这个讲一讲这换式啊，这个走到起势的地方想换式了，扣步回身，就是右脚向前，向左脚的前面扣步，身子往回拧，往左拧，然后呢掰步下撩，这掰步下撩，然后右进右穿，就上步穿掌，右进右穿，拧身指插，上上指这插，这撩的时候这手臂外旋，然后手指头拧着弯向上啊，向右后转，这个手在这儿呢，这手这撩起来不是吗，撩起穿穿完之后，这手在这儿呢，掌心向内，然后臂内旋，由这个右腿的外侧向下向下指，哎，再转圈，哎，这就是这样练。如果是这样走也是一样啊，这是这样走，扣步回身，这是撩，这是穿，然后就这样走，都是一样啊，这都叫指天画地掌。哎，下面我把这个积极的含义说一下，比积极的含义，你比如说这上这儿向我进攻，我这手呢从这儿拧着往上穿，往上穿，这个脚呢踢他这个脚，这个手往上穿的话呢，这手真的顺着大腿根儿往下打，哎，还可以拧着打，拧着打，哎，就这样走，哎，也可以呢，是打这个地方，那就是这样了，这个手手心向外，这个、手心向外，哎，一拧这样走，啊，步子也可以不上，比如这样走也可以这么打，都可以，这都叫指天插地，就是指上面站上指，就是化解它的意思，哦，放上去了，这个手呢向下插。或是像这样插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呢，就是把它管它的一面啊，我的身子还在拧呢，还在拧呢，这腿闭着它呢，这身子还在拧，这不在拧吗？这个积极含义就是这样。下面，我把这个掌势再演示一遍。
下面讲定式八掌的第七掌，阴阳鱼掌。阴阳鱼掌也叫阴阳掌，顾名思义是一阴一阳，前边是向前推，这个外劳宫要对准你的膻中穴向前推，后手呢要横过来对准你的命门穴向后推，就是前推后撑，这样叫阴阳鱼掌啊，叫阴阳掌。它的起势、过渡式、收势和前面的一掌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正式和换式有所区别。下面我从正式这个一马问路这开始演示。一马问路，拧身撑推，阴阳鱼掌走转。下面是换式，在阴阳鱼掌走到起势的时候，起势的位置的时候叫扣步回身，这是跟前面一样扣步回身，两起相抱。然后呢是掰步眼肘，肘向胯这侧眼，向左胯这侧眼，这个肘呢，这个后边的手是不动的，前面的手呢是臂外旋，立肘，肘尖向着左胯，对左胯。然后俯身洗足，俯身洗足的时候是身向下俯，这个后手不变，左手顺着左腿的外侧，右手顺着左腿的外侧向下向前挑。这个手呢在他转这时候不动，然后他往一下的时候，这手就勾手作为勾子向后勾挑至肩关节到极限处啊，看着啊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眼肘啊，这后手没动。然后俯身洗足，这个手往下插，往上举，插地往前挑，喝挑像在地下喝地一样，一念要远。然后呢上步撑推，上步撑推是左脚活一下右脚上，上步的同时臂内旋向后推，向后撑是向前撑推，前手的手背就是劳宫穴对准你的膻中穴，后手的手背对准你的命门，就是腰带这个地方，就把势子换过来了，这就是换势啊。我把这个再做一遍，到这儿以后扣步回身，掰步眼肘，俯身洗足，俯身洗足，上步撑推，阴阳鱼掌走转，收势还原。下面说一下这一掌的积极作用。这一掌的积极作用，阴阳掌嘛，就是说对方向我进攻的时候，如果他一个人向我进攻，那么说我这手贴在这儿，这手摸自己的腰，摸自己腰转身了，他就随着走了。或者是呢来之后摸这个腰或这么推也可以，就是不躲他这手啊，不躲对方的手啊，就但是这手又不使劲，这手又不是不是这个手的用力，这个手用力，这个手也是一样，这来之后不躲他，是不躲顶着走，不躲他，这手往后走，这往前来，行。这一动一活步，有时候很多人上来了都是这样，几个人上来都是用这种掌法，就像旋风一样，一走就旋转着球体一样，它力量碰到身上之后呢，它就自然的就旋转了，自然就旋转了。这手的实际就是辅助帮助的意思，真正旋转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手带着，然后腰转、胯转、脊转，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掌的积极作用就是这样，大体就这样。下面我把这一掌啊从头演示一下。
第八掌就是推磨掌，推磨掌也叫转身掌，青龙反手、红孤雁出群都是这个掌，啊，就是单换掌，也就是单换掌。这个掌呢，起势、过渡势、收势，跟前面的七掌都是一样，也是正式换式有所区别。我从正式开始，一马问路，青龙反手，啊，平推掌，这是推磨掌走转，就这样走。这是八卦掌标准的式子。下边讲换式，换式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单换掌走到起势的位置，想换式了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翻掌，啊，又进又穿，一马问路，轻功反手，走转。收势，我把这个要领再说一下。这个一马问路，然后轻功反手的时候呢，是手向上啊，外旋，转身子，向左后转身，然后臂内旋，从上向下按掌。这个按掌的时候不是拿手往下按，是松脚腕、松膝盖、松腰、松胯这么松，整个身子往下按。掌势就是这样掌势，啊，是吧？一马问路，然后轻功反手，连续练的时候就是这样走了，啊，单式的时候一马问路，轻功反手，然后走转，走转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翻掌，啊，掰步翻掌，掰步翻掌的时候是左。这步子圆圈往外一迈步的时候，这手呢就是臂外旋，掌心向上，斜向上，这个左手呢右左手翻，右手也外旋，一块就向上，啊，这样呢，然后前脚活步，后脚进步穿，这个右手从左手肘底下向前穿，啊，随着进步穿，然后一马问路，还是这样要求，轻功翻手，然后再转一圈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推磨掌，也叫单换掌的走法。下边我把这掌的积极作用说一下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呢，是我在换式往那么走的时候，对方来了，我这你看，这个你看，这就是单，这就是回身掰步回身翻掌。掰步翻掌穿掌的时候呢，是从我肘底往这穿，往这穿，啊，往这穿，他往这穿的时候穿鼻刺目，他如果不防就穿上了，他怎么办？他也穿，哎，他也穿，那我也穿，他也穿，这就是穿掌啊，单换掌。另外这个式子，就是说，他一进攻的时候，我这一撤步的时候，你看这从这开始让这走，行，啊。这单换掌的积极作用也很多，哎，一个是穿，啊，一个是穿，一个是呢，这一马路靠，也是靠，哎，再一个是呢，比如说我这一穿它，它往后跑了，跑了之后呢，这儿打，哎，不是这儿翻，哎，我这一打，它往我身后走，我不用挥，我就这儿打，啊，返回来打，啊，这就是单换掌的作用，它是奥妙无穷的。下面我把单换掌演示一下。单式转掌这八个掌式就全部的解说完了。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单式转掌啊，它有好几种练法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练法就是初学的人
先交一掌，这一掌有起势，有过渡势，有收势，这么反复练。这一掌练熟了之后，再练第二一掌，这么一掌一掌的练，都练熟了之后，就可起来，可以连续起来练，啊，就不一定是一掌一起势一收势。啊，这个连续起来练的话呢，有几种练法，一个是小循环练法，再一个是中循环练法，还有一个是大循环练法，再一个是阴阳变掌法，这四种练法。这四种练法我给大家讲一下。比如说第一种练法，小循环练法，就是每一个式左右练，练了左边练右边，左右练，啊，这连续练，连环着练，练完之后收势。啊，你比如说小循环练法，我演示一下。这不练完了之后吗？然后回身的时候呢，就不是做这个了，回身是做平推掌。那在这儿走着扣步回身，然后往前平推，平推掌走转，平推掌再做左右式啊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片掌向前拥撞，啊，拧身平推，平推掌走转。然后第三掌的话呢，回过来之后呢，片完了之后是向上捧。叫撑天掌走转，撑天掌走转回来的时候走这一式，这一面扣步回身，下一个呢走撑天走转，下一个就怎么办呢，就是滚切下来之后，然后两臂展开做托天掌走转，托天掌走转回身跟这是一样，下一式是托枪掌走转，托枪掌走转呢是在托天掌走转的时候啊换式，不再做滚球了啊，就是说直接这样走，啊，扣步回身，这不是撩掌吗？托枪掌走完了以后，然后是呢指天画地掌，这是一撩，这是一穿，然后指天画地，指天画势，画地扣步回身，进步穿掌，指天画地，指天画地完了是阴阳鱼掌，阴阳鱼掌，阴阳鱼掌完了是单换掌，这就是小循环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式一循环，啊，一个式左右练，完了换第二个式子，哎，这样连续练就叫小循环。因为拳谱上说呀，一式单边不为奇，左右循环乃为宜，左换右细，右换左，抽身带步道步自合击，都是每一个掌式的时候呢，都是左换右细，右换左，都是要左右练啊，左右练，这小循环。中循环呢，中循环的式子呢是这样走法。比如说这下沉掌是吧，下沉掌走转，走转到起势的时候应该还要走下沉掌，但是不走了，走平推掌，啊，是不是在这儿了吗，啊，走平推掌。那么平推掌回来以后呢，应该还走平推掌，不走了，走撑天掌，撑天掌回来走了以后应该再走一遍，不走了，
走托天掌。哎，托天掌完了之后，应该是再走托天掌，不见走托枪掌。托枪掌走完了之后，不再换托枪掌了，换阴阳鱼掌。阴阳鱼掌，阴阳鱼掌完了之后，啊，这儿呢不再换阴阳鱼掌了，就是阴阳鱼掌完之后就走这个什么单换掌，你看阴阳鱼掌。啊，换式走单换掌，这叫小循环，就是每一个式子呀，练一式往一边去，比如往左练是下沉掌，回来就平推，再回来就是撑天，这几个式子呢可以反复的练。这练法呢有四种，一个是小循环练法。小循环练法呢就是说，下比如说下沉掌，回身时候还练下沉掌，然后第二式子练平推掌，平推掌回身的时候还练平推掌，就这样一式两边练，左右循环，这叫小循环法。小循环就是一个起式一个收式，中间呢就是每一个式都练左右练法，左右面都练了。这个中循环法呢，就是下沉掌一换式的时候呢，一回身一换式的时候就是平推掌。再一回身一偏式的时候呢，就是撑天掌；再一回身一换式的时候呢，就是托天掌；再一回身一换式的时候呢，就是托枪掌。啊，再回身换式，那么就指天画地掌；再回身换式，就是阴阳鱼掌；再回身换式，那就是单换掌，就是那个这个什么，这个推磨掌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你一换式就变式，变式，啊，一回身就变式。这就是中循环法。还有个大循环法，大循环法的话呢，就是你练的时候呢，下沉掌走走之后，然后平推，平推掌走走撑天，撑天走走的是托天，啊，托天走走之后呢，托枪，托枪走走的是指天画地，指天画地阴阳鱼，阴阳鱼完了，哎，这一面把这八个式全练完了，练完了之后，然后回身再练那一面，这一个大的循环法。啊，最后的时候在这基础上练个阴阳变掌法。这阴阳变掌法比较吃功夫，要连鞭不断，随走随换啊。这个我可以给大伙演示一下，简单的啊，就是其实下沉掌变劳月掌，劳月掌变平推掌，平推掌变撑天掌，撑天掌变遮阳掌，遮阳掌变献国掌，献国掌变大鹏展翅，就是托天掌，托天掌变柔球掌，柔球掌变托枪掌，托枪掌变指天画地掌，指天画地变立桩，立桩掌变阴阳鱼掌，阴阳鱼掌变抱莲掌，抱莲掌变抱鹰掌，抱鹰掌换推磨掌。走到起势之后回来换势，啊，还是这样练，下沉掌边走边换，劳月平推，抱月啊，托天撑天，遮阳献果，托天柔球，托枪指天画地，抱莲阴阳鱼，抱莲抱鹰，推磨掌收拾。这就是边走边换，边走边换，连绵不断。这个掌法就不是八个式子了，在八式之间呢有过渡式，就八式之间呢有一个连接的式子，那就是说都是阴阳了，下沉掌这是向下的，然后劳月向上的，那么平推掌向前的，抱月向后的，撑天掌向上的，然后遮阳掌向下的，大鹏这个抱月掌是向前的，
这个相国掌。大鹏展翅呢是手掌心向上，然后呢柔球是两个掌心斜相对，托枪一个掌心向上，指天画地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这个两个掌心是这样拧着，然后变立桩都向前。阴阳鱼肘心掌心前上外，抱镰就向内，然后抱鹰掌向内，推木掌向外，等于这个八个式子呢之间插一个过渡式，这个过渡式就体现出阴阳这边走边练边练边变呢，浅倦自如，走起来非常有意思，越走越爱走，越走越有趣味，而且走的时候呢就周身骨节都能够连贯自然，这个上下贯通。关于八卦掌的单式转掌就讲到这里。